他有一个抽奖，然后抽到免费的，然后是一个叫做重庆烤鱼的店，然后感谢 Anson 抽到我，对，非常的幸运。好，那等一下再给大家看长怎样吧 ，Let's go。靠近金华城，对，那这家其实很厉害。刚刚看到就是我们烤鱼是点小辣，那小辣就很辣了，其实可以再吃更辣了，价位其实也不会很贵，喜欢吃辣的人可以来吃看看，台湾应该很少这种店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哦，在巴德路这边，那就这样咯，感谢 Anson， 好，我是鸡腿，拜拜。